要起地辉煌的标准难道有不同吗？今天的答案很清楚了，今天答案非常的清楚。第一个，那个什么什么机关枪的那个家伙，他最大的特点是满口脏话，所以那个关妇人的一个叫关素贞是吧？一个老人都说，我被骂，用很恶语的骂，我现在可以完全体会，保证有这一回事。你一个少年囡仔，打一个老伙仔，安尼干到那酸，你要去用巴两个啊？我看卖在等于国军赛差不多呢，你爱啥啥？对吧？对，再过来，我们来看看政府到现在为止，所有的政府就刚才我讲无耻、不要脸到极点的地方是，全部就锁定在殴打的这个部分，而完全忽略了冲击人家合法的场子的部分。我们不是在游行集会情况里面很重要的指标吗？叫做保障合法、取缔辉煌。今天的合法没有被保障，然后呢，辉煌没有是被选择性的取缔。这样还叫政府，真是丢脸丢到极点。晚上